啊，咱山西风就是风头最尾啦，东北季风足强的，啊，甲台风季节海水倒灌，所以更做残啦，碳较无通食啦。以前的社会，若有一技之长吼，就通好养家糊口啊。因为阮姑婆因请辅助师傅来咧教做鼓，啊，阮家的长辈才去学转来。以前的社会的鼓吼，拢是咧请神的神明咧用的活道具啊，啊，搁白管演奏。啊，正早就是阮中华县的北管，就是较蓬勃发展。以前阮做囡仔时代吼，阮阿公拢徛迄个双台的铁马啦，天也未光头，三四点啊吼，到北港的牛市。啊，阮是干阿囝载牛皮转来，啊，转来阮爸甲阮妈才煮一鼎烧水。啊，再落烫牛皮，啊，再烤牛毛，啊，下迄落内底的脂肪甲杂肉。啊，你迄牛皮咧下吼，有迄牛腱，有迄味，哦，迄味真歹诶。啊，所以我就无啥爱做这個。民国八十年代迄阵啊吼，迄贸易商啊，带日本客户吼，日本客户来甲阮买太古，啊，迄阵啊一寡庙宇吼会邪神，啊，拢会买阮的大鼓去叫。迄阵啊，比作国内外拢足有销的啦。进口的礼拜吼，爱较俗啦，会搭啊着咱本土的生意啊。九十几年迄阵啊，就是为伊用加入好进口好，伊个无时量爱着回流转来啊。咱台湾岛吼，伊一角头一角头的顶头会拍法甲表演的方式无同。咱若北部的声音就是较悬声，南部、中南部、平原拢较开阔啊，鼓声若变伤悬声吼，伊个传袂远。好的物件吼，毋是你家讲的，就是爱下人客意，就是好作品啦。啊，人客也欢喜，咱嘛欢喜啦。这就是我坚持啊，安尼。我从细汉就足排斥做这個，啊，我就足想要酸出去，要离家，无爱干厝，啊，我拢想要去工厂上班啦。啊，阮老爸就是迄马民国七十几年开始有接到日本的啊，欠卡少，家救转来啊。咱是人的囝，啊排斥嘛唔是办法啦，你干呐逃避，规工啊蒙蒙渺渺啊，你心内嘛袂平静啊，袂安心。啊，即就像咱人哦，我定咧讲，你唔通逃避。啊，我即马哩真正认真甲面对了吼。前面我即马做起来拢做比阮老爸较好，我怎啊甲面对着？我无甲阮老爸闹开。